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简寻圆通，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你给他看，你像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相继国，相继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消饭为佛事，为什么学根力，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力不一定的，如果世尊要在相继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懂、佛说法了一定是切理切记、前面放光明云切理呀、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切记了、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啊！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有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现到。人家一看到你，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地很清净，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呐、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呐、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我们比较少见。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穿的那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那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可是这闻闻是香的，这味道不难闻。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呀。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啊，无分界香啊，无分法身香啊，
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了。啊，真诚清净慈悲也。可见得性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啊！不但身放光放相，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相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得非常舒服，啊，感觉得很自在，啊，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啊。啊，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请看经文。作为檀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第一个，檀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啊，就是发身啊。什么叫发身呢？以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他们肯定啊，他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我自己。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有生灭，身有生灭，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灭啊。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的啊，细胞的时间很短的。现在的医学都告诉我们啊，人身体7年是个周期。所有的细胞啊，就一次新陈代谢啊，所以7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啊，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永远在新陈代谢啊。7年是个周期那么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换成好的呢？全新的呢？啊，譬如一个机器一样，机器零件坏了，去找一个别的零件呢，啊，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但是旧的不是新的，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零件装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哎，100岁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新进的，没有污染的啊。可是我们所换的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啊，怎么污染呢？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了，换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啊。你看小孩，小孩也一样，七岁的小孩、十四岁的小孩，这两个周期换了，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妄想少，妄念少，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害人害己的念头少，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还是那么样的心。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换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看看佛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制永远不会改变？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换的零件全新的，永远是新的。这个机器里头换了10次，换了20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呀。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呀。所以自私自利呀，那个不是自利呀，自私自害呀。这名词都用错了，那你是自利自害呀。利他才是自利。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呀，不是自利，利谈不上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呀？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他新陈代谢换的细胞，那个细所换的带的那个毒素很轻微呀。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紧张，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除这六个纲领。布施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通通具足。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内财是智慧呀、体力了，
这是内财布施啊。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法了，那是法布施啊。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微不至啊！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忍辱这有耐心，僧人法人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啊，不在意，没放在心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示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了。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毗连也是精进呐。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啊。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禅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得力于祖祖承传。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才懂得，不遇真善之时，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
几个人知道呢？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九千年呢。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十二次的翻译，十二种译本呢。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心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啊，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面啊，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四众弟子承认了，肯定的，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三分之二是用龙书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说明莲池大师承认肯定，可是确确实实龙书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他如果是汇集是不应该的，有罪过的，他怎么能站着往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呢。但是龙书居士的汇集只看了四种本，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汇龙书菩萨没见过，所以他的汇集本不圆满呢。历代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清初彭继清做了个戒教本，他不是汇集的，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取舍都欠妥当，印光大师
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调查到民国初年呢，夏联局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夏老居士再来人呢，不是普通人呐。有人给我讲啊，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住世一百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梅光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一百年呢，就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云一至大成，诸位要不信可以把五种云一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了。你要说是夏莲其实是个居士，居士没有能力来汇集，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王龙书是居士，魏墨生也是居士，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啊，肯定他了，承认他了。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啊。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我们发行详细再讲过一遍，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啊。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遇到一个人来说说一些花言巧语我听说不必要念这么多佛啦，也不必要持戒啦，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愿念佛，害死人啊。他们依照弥陀经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大
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闻尽分，贤学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啊。你看看前面表法，摄中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接着就是大慈悲呀。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的，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什么？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意思没有两样。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解行证啊，其他的法门是要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一面行一面解，不是叫你啊知行不解，不是啊，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也没有听过经，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的，我们见过那种人。什么那种人？叫老实人啊。什么叫老实啊？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叫老实人，老实人少啊，太少太少了，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啊。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轻信听信谣言，听信邪说，不老实啊，到最后啊，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
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啊，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啊。下面再看慈悲音喜舍音，这慈悲喜舍叫四无量心啊。色界四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啊。参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呐。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啊，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呐。啊，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啊，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啊，啊，害自己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了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啊。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了啊。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二智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因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般若能生智慧啊，般若就是实相智慧，
啊。而智慧呢，就是全时而知，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时的意思。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四字口音，大四字口音，这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狮子吼一样。啊，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比喻佛陀。啊，菩萨能教三乘人呐、啊，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大师子。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这个助是下了。雷能够，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啊，比喻它的威力啊，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雨落下来了。啊，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鱼有分别啊，多给你一点水，多给水它少一点，不是啊，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啊，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啊，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啊，比喻佛说法的普遍，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再看下面经文，说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是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极道逃离天宫。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啊，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啊，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啊！十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啊，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啊，十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都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集会了。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啊，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斗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呢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圣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啊，他有一个讲记啊，他的讲记简单明了，都有概略的介绍。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四天王天，给诸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啊，这是护法神啊，其实是四天王天啊，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啊。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这个是佛门的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背了一个大布袋啊。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晓得，
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他在云集的时候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就造他的像，啊，造布袋和尚的像。那么他表示这个像，实在讲啊，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对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的，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这个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视线的包容，世间人心量太小了，容不得人呐。啊，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弥勒是慈氏啊，代表慈悲啊，所以视线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也是包容的意思啊。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啊，有人问他，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什么？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回上走了，放下之后提起啊，哎，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哎，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啊，完全奉献啊，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啊，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啊，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一进寺庙啊，头一个看到它，要学它了，要学他放得下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啊，欢喜戒淫一切大众啊，这是把他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含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表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啊，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啊。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那就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不要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表示代表负责尽职啊，南方
增长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啊，天天求进步啊，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啊，这也算是一年360天。啊，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他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啊，所以天福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